天下午来到高雄三民区的民圣宫白龙庵参拜，可以看到有数百名的群众是提早等候在庙前广场，为的就是要来帮蔡英文加油。那么目前由于情跑基层的关系，目前呢传出了地下赌盘已经开出了，蔡英文让韩国瑜300万票的盘口，带来听蔡英文的最新回应。赌盘的事情我不太清楚了哈，但是我们还是全力的冲刺哦，集结最大的支持的力量。可以听到蔡英文是特别提到，不管各项的参考指标结果是什么，那么自己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把国政做好，努力的让民众看到成绩。那么就在昨天，韩国瑜到台中跑台中的21间公庙，还酸蔡英文在庙宇参访的时候都没人。那么蔡英文在今天不愿意多做回应，只强调有没有人大家自己看得见，那么效果呢也要由当事人自己评估。